These amazing visual effects displaye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didn't just stun the millions of viewers tuning in around the world, but also earned the acclaim for the event's visual director, Wang Zhiou. 我们这么一个年轻的团队打造的这么一个世界级的项目，而且我们是从最开始的创意一直到最后的时效的完成，啊，这是交给任何一个国际上的顶尖团队，他们都无法完成的一个任务。特别自豪。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做完冬奥会开幕式之后，我们可以非常的自豪，说我们是世界顶尖的一个水平。地面是冰，树坪上是蓝天，白云有一个大太阳。Working on the project with Wang was Zhang Yimou, who gained global fame for directing the spectacular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f the 2008 Beijing Games. Wang said he took every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有幸遇到张艺谋总导演啊，我觉得他就跟我老师一样的，每个节目都是一直在围绕这个主题，用科技艺术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看到的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个整个的水从天而降的时候，导演要求我们每一秒都要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所以我们用人工智能啊分析了大量的这种中国传统古画啊，我们希望它每一个波浪的这种流淌都是像山水画的这种轮廓，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次挑战。And the giant snowflake-shaped Olympic cauldron was also a surprise twist.这个就是北京冬奥会的雪花台的一个模型，是吧？对，这个是我们设计的奥林匹克主火炬啊，它实际上是有90多个那个小的中国节的小雪花构成了这么一个大的大雪花。我们整个这个奥林匹克主火炬在现场，它实际上上面有55万个发光点啊，我们也是用编程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编程，所以它的微火炬插上之后，整个火炬进行了一个钻石般的闪耀。就叫星星之火的把整个世界点亮，既有这种造型的美感，又有这种很深的寓意。Hearing about Wang's career in more detail, his journey seems to have a special link to the Olympic movement, one that goes all the way back to when the Chinese capital was bidding for the 2008 Summer Games. 我说，如果北京申奥成功，我就来北京。那会儿就有一个奥运梦啊。那时候就只是觉得，可能。每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或者艺术生涯都会跟国家伴随的比较紧密吧。如果北京会申奥成功的话，肯定会有很多的这种创作机会，整个国家和城市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2009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Beijing did indeed win the right to host the 2008 Games.And Wang did indeed make its journey to the Chinese capital, choosing multimedia art as his college major. 你上大学的那一年，是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了。嗯，那个时候就像您说的，这个多媒体艺术它并不是像现在这么艺术的一个范畴，对，它可能只是一个人机交互的这么一个科技的手段。前期的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应用手段。嗯，对。那个时候它是怎么吸引你的呀？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吧，让世界人民去了解中国文化，就希望能学习和掌握更多的这种创作手段。Just a few years after hosting the 2008 Olympics, the Chinese capital was selected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becoming the first city ever to be selected to host both a summer and a winter games. Wang was perfectly placed to make his mark.And for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preceding Winter Olympics in Pyeongchang in 2018, he was given the platform to link in the Beijing Games. 我们是从这个八分钟开始的时候，打开了这种用数字艺术脚本来创作这种大型活动事件的一个方法论。我们是希望像中国白描一样的，把中国的很多纹样在地面上进行一个流淌。那次表演之后，也是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包括现场观众的好评。那是你一战成名的作品吗？那算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吧。And a good start is half the battle. This was especially true for Wang Zhiou and his team, who went on to great things in the years after. 虽然我们工作室现在有120多人，每次跟团队交流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是在做自己热爱的事业。
我觉得你所有的灵感都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的啊。但是你又很喜欢这些很就是外来的西方的或者说很现代的一些元素，我看在工作室里摆满了。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二次元，我是一个动漫迷，希望把这种好奇心一直保持下去。哇，这应该是你工作室里最大的玩具了。你是喜欢恐龙吗？啊，对，这个恐龙就是放在我们的会议室前面，希望每次创意像有这么一个大的 idea 能冲进来，给大家一点这种刺激。这个是您接下来一个项目？啊，对，这是后面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就是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讲了长征的长征的整个历程。大家可以在里面边走边看，全是用数字光影来沉浸式的把大家带到那个峥嵘岁月。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没有来讲我们自己中国故事的这么一个全域行进式的剧场。Besides large-scale national projects, Wang's lov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lso very evident in his personal creations, like the one presented in a temple. 这是一个百年古寺哈。啊，对，这是有200多年历史的一个自珠寺。然后它以前有。The temple has been closed for religious purposes many years ago. With light and shadow art.Wang Zhiou intends to restore the vitality of his architecture. 为什么选择在寺庙里做一个这样的项目？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在这种，有东方意境的这种古老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些畅想，用我们光影的语言让大家来穿越百年的这个时光。所以选在这个地方，它不光是有历史，然后有禅意，然后您给它加入了一些算是现代的元素。对，我们实际上是用光影的这种行进式体验。带大家穿越百年啊，然后去看到比如说一滴雨滴下，然后在屋檐里面，然后时间带来对于在建筑上面的一个变化。 When it gets dark, a magical chemistry takes place between the ancient temple and Wang's artistic creation. The red walls become his canvas. 在这个空间里面既有阴阳又有时间的轮回，希望把空中的月亮突然放在了一个建筑的空间里面。我们现在很多数字艺术大量的是去复原，但是我们如果能在光影艺术里面做出中国的这种意境的这种表达，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新突破。这也是借助了中国的山水画的一些风格，比如说这个绿色的青泥山水，实际上它所有的这个浪花是取自于千里江山图的那个建筑，把千里江山图山的轮廓打碎成了一个水、一个浪花、你根本看不到它原有的这个造型了。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一种新的这种解构后的这种意境对，艺术家心里有就可以了。对，我们希望把这种感受传达给每一个观众。我们中国现在在互联网，在人工智能已经在追赶世界最先进的这个水平，但是我们得有一个对应我们科技发展的一个美学，所以我觉得科技艺术是我们中国在新时代的一个全新表达。每个人都可以用你的光影的画笔可以改变城市山川，可以改变星河大海。李琼 ，CGTN， 北京。